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嵩山少林寺第34代俗家弟子，法号施延俊，中国梅花拳非物质文化遗产17代传承人。武术五字的组合是知歌为舞，意味着停止搏杀，把武器放下，修炼身心。真正的崇尚武术的最高境界，不是你战胜了多少人，而是你帮助了多少人。武术已经融入了儒家文化，习武先习德，学艺先明理，理不明亦不精。武术和功夫不仅是战斗技巧，更是一种文化和哲学。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功夫世界，加入我们的会员，跟我一起开启属于你的功夫梦。